男性会阴护理，关闭窗户或房门，并给予老人隐私，让老人仰卧屈膝，两脚微开，在他的臀部下放置护垫或保护层。用一片布遮住他的私处，以减少不必要的暴露。洗手并且戴上手套。需用擦拭布、棉花球或者湿纸巾和清水来清理私处。轻轻地举起阴茎，如果对方未割包皮，轻轻地将包皮往后推至露出龟头。首先用干净的湿布或湿纸巾以旋转的方式擦拭龟头，转换湿布或湿纸巾至干净的另一面，并重复擦拭直到干净为止。之后以非惯用手固定阴茎，拿取一片新的湿布或湿纸巾，以惯用手由上往下来清理阴茎。随着以非惯用手轻轻地将阴囊举起，以惯用手由内至外清理下方的皱褶处。之后协助老人转身侧卧，拿取一片干净的湿布或湿纸巾，用惯用手以内至外的方式来清理肛门及臀的部位。切记肛门是最后清理的部位，因为它是最肮脏的部位，而阴部则是最干净的部位，因此我们必须由前至后的方式来清理私处。记得每擦一遍就要转换湿布至干净的另一面。接着将肮脏的纸尿片取出，脱掉手套，如果私处太湿，护理员可使用干净的布轻轻地擦干私处。如果该男士平时有穿纸尿片，协助他穿上干净的纸尿片、内裤、裤子或衣服。最后把手套和纸尿片扔进垃圾桶内，然后洗手。记
记得我们必须经常检查老人的皮肤，看看是否有发红或者脱皮的现象，以便可以及早给予治疗。谢谢大家观看。